小心啊，冇退啊！ 李玟告别式于香港殡仪馆举行，她生前挚爱的老公 Bruce 也现身。 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灵堂致意，神情略显呆滞，两个女儿也坐在一旁。Bruce 一度拭泪，在亲友致意时，大姐二姐数度崩溃大哭。 由于气氛太过哀戚，随后直播也拉掉声音，但李玟的家人们仍难掩哀痛。